嘉义县的嘉一六六县道梅山瑞里路段，早上的8:20左右，民众拍下开车经过的时候，路旁山壁突然发出了轰隆隆的巨响，接着碎石开始滑落，大家停在路边下车观看，没想到没多久，整片山壁塌方。一瞬间巨石崩塌，从山壁滚下来，还有大型的树木，大量树枝全部滑落，吓得所有人赶紧撤退，而这些巨石就掉在路中央挡住去路，幸好没有人被砸伤。事发在嘉一六六线的大约73公里处，早上发生坍方事故，而这些落石也压到路面的大约2公尺左右，目前道路是呈现中断的状况。而有可能的原因是嘉义县连日大雨疑似山壁的土石松动才会发生坍方情况，而目前一早持续都有落石的状况发生，将要等到天气稳定之后再由厂商来将巨石清除，也提醒民众暂时不要上山，务必多加留意。